哥，小司，小涛他在你们这儿吗？你会帮自己的好兄弟撒谎？公司开会嘛，我一会儿拿钥匙也得去。可他电话也不接。可能没电了吧？我等会儿到公司让他给你回一个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。以后再这种事情别找我了啊！谢谢哥，你说我不就想喝点酒吗？天天在家叨叨叨的，都快烦死了。我先去医院了。哦，对了，妈明天出院，需要我去接吗？不用了，你上一天班也怪累的，我打车就行。哥，嫂子这也太贤惠了吧！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媳妇儿就得好好调教。我和你嫂子之前也经常吵啊。我这都快生了，你月子中心定好了吗？不用定，我同事生的时候就没定。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那个时候我又没经验，你说什么我就信了。人家都说了，生孩子不用订月子中心，那国外的人生完孩子还能上班呢。那能一样吗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跟孩子啊？那我请假伺候你啊。不是，哎，最后钱都是他自己出的，我一分没拿。快给我讲讲怎么哄的。我压根就没哄啊。啊，吵完架你就先让他冷静个一两天，女人嘛心软，回头低头认个错不就过去了。就上周他妈生病住院，我没去吵了一架，现在不也好好的吗？哎，媳妇儿，我是今天真加班，所以没去医院看你妈。我知道啊。那个明天我可能还得加班，所以可能还去不了医院。没事儿，快洗手吃饭吧，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哦，对了嘛，这不快冬天了吗？我买了三件羽绒服，来，你试试这件。我的儿媳妇就是孝顺，我那件羽绒服还是好几年以前买的，就是咱山东自己的品牌坦博尔，可暖和了，一点都没坏，太破费了。这次买的还是他们家品牌，他们家品牌升级了，又好看又好穿的。哦，对了，老公，你的我也给你买了，还没到呢，明天去给你拿啊。还有我的？咱俩快试试，我给小妹也买了一件，等有时间给她送过去。哎，这质感好好啊，又轻又暖和，充绒量也好高，这冬天穿啊完全没问题。可暖和了，还是咱山东人实在，做的东西也实在。不光没生气，还对我妈特别好，前两天刚给我妈添了件坦布尔羽绒服。哥，我感觉你完了。这女人啊，跟你吵说明她在在乎你，这不吵不闹的说明心里没你，你别最后闹得家都散了。不会吧，我还是先回去吧，别最后闹得跟你一样了。哇，夏伦来啦。我这两天工作有点忙，我不是故意不来看你的。没事，妈有你这么好的女婿啊，妈可自豪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下去给你买点去。你不生气啊？亲家母，亲家母来啦。妈，夏伦，我可得好好说说你啦。让你妈送两万块钱过来就行了，不用让你妈每天都过来给我送饭，多辛苦啊。没事，亲家母。娜娜，月子中心是我不让嘉伦订的。啊！今天下午他回家跟我大闹了一顿，说我的媳妇也得宠，必须得去月子中心。这不，今天下午联系好了，就咱小区旁边的那一家。那妈，你我同意了。原来我的婚姻幸福，一直是因为母亲在背后帮我。亲家母，没事，我先回。你会怎么想？